这个小高手拍过模样是计时十招，一点啊拢无输乎专业的高手。嘛，因为伊这次的表现入选今年婚姻街头艺人精选，华山国小六年级的学生李佳莹。对啊，感觉不像是小学生，但是他还蛮厉害的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听到李佳莹演出，让人真歹相信，伊只是一个国小六年级的学生。李佳莹表示，即个会当入选街头艺人，伊嘛感觉真欢喜。伊希望有一天会当甲第一名歌手同款，伫台北一空一大楼广场来演出。我觉得爵士鼓最难的地方是过门，因为有些过门真的难到要自己花时间练习。就算练鼓练到手脱皮流血，还是要继续练，因为我们音乐教室的学生个个都很强，自己也不想输别人，所以自己要努力。我会带着我的爵士鼓，像五月天跟曼青一样，到101大楼前面表演，很帅。这就是我的目标。这嘛是华山国小学生头一年参加街头艺人选拔，校长蔡秀玲表示，因后来推动全校学音乐已经有两年多时间，透过选拔嘛会当看到学生的学习成果，未来嘛希望全校师生拢有机会会当来参与选拔活动。今年是第一次尝试啊，那也很荣幸哦，有机会这个小朋友先拿到这样的证照，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小朋友，甚至我们家长有这个机会，也能上台去拿到这样子的一个证照，那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精彩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美事。用爵士鼓拍出一首又一首的歌曲，这也是你个人不断的努力，才会当有现在这出的表现，也跟大家来分享。记者真心，常报道。